继鹿晗后，张艺兴与一心解约，未来的相关工作将由工作室独立运营。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，一心娱乐这几年可是娱乐圈的扛把子经纪公司。不过今天，一心娱乐的老板杨天真微博发长文宣布与张艺兴解约。原来，张艺兴和杨天真合作的挺好，但是呢，杨天真身体不太好，张艺兴又太拼，工作安排很满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张艺兴独自发展了。新金牌娱乐观察家查看了一下，张艺兴未来的相关工作将由张艺兴工作室独立运营。不过，自己发展好处和坏处都是很明显的。一方面没有经纪公司的资源，只能靠自己，但是呢，只有张艺兴本人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。希望张艺兴未来可以发展得更好吧。